的人真欢喜无？是欢喜啦！每一年这个时阵，就是咱的自制家庭再添灯啊！每年一度是真欢喜啦！台湾的岁月祝福呢，从中华第一场开始，中华有一场啦，让我足震撼，那就是台顶分享个案的开始，一段短剧出来，一个老婆婆一度。一直要吃饭，一直要吃饭，吃一吃就是个夜个鬼多点。啊，媳妇呢，好亲像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啦，心真烦恼，会大声，对大家都真大声啦。大家呢，好亲像囡仔在咧惊大人，来安尼的形态出来。看到感觉讲哦，老人真可怜，但是后来咱慈济志刚出现啦，改带入来呢，咱有一个叫啥社教，咱的医疗就社会教育啦。过去呢，我对。对这些老人吼，似乎拢一直感觉讲自然发迹啦。老来呢，这是一个真顺自然呐的规则，家己拢无感觉到，但是这回感觉足深的，因为呢，这群呐拢是失地。已经呢忘掉了他自己，而且呢看起来就亲像三四岁囡仔同款啊，看到安尼的情景啊，心呢很痛，很痛啊！这老人问起来呢，七十外岁。八十才要接近而已，已经呢很严重的失智症啦，啊，似乎惊到啦，哇，这个，啊，拢比我较少岁呢，啊，那这个比差跟我差不多，啊，比我较多，所以呢，真正和这群的老菩萨吼，把我惊觉啦。让我惊到，哦，原来呢，我的年龄也是在这一群中呢，有人比我小，那有人比我大，跟我同年龄的也都在这一群中哦。我从那一天了后啦，我才知道我老啦，真的是老了啦，而且。我个来到云顶啦，那八十外岁菩萨，啊自己上台呢，侃侃而谈，讲话表达个足好势哦。啊，我今日会当来见到师父，我足欢喜吼。这师兄师姐吼，我大家都看到我足欢喜啊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我八十七岁，即个八十七岁，我做二十几冬啊，吼、哦，我做甲足欢喜诶，大家拢讲你卖做，我讲我要做，我会做要做甲未做，师傅拢救人，我听落也大爱大吼，伊讲拢伫救人，吼、哦，啊我无食无，即卖我也无用晒，干那做回收要来，互师傅救人。我要做到我未做为止，我要做死我唔病好死，吼、哦！我做死我甘愿，我唔病好死，病就痛足痛苦，我绝对要做。
我做环保吼，啊真欢喜啦吼，啊，我足爱上人的啦，啊，嘿嘿，啊吼，我嘛真爱地球啦，啊地球好救人啦。啊，我足高兴啊，足欢喜的，啊我啊足爱上人的。到个中岛哦，他们又进会客室了。入来呢，我甲师傅讲，师傅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是法官哦，我是吼无爱病死伫眠床哦，我呢要做个死伫环保。我感觉就讲吼，这又甲我提起，甲我打气啦，是啊。我应该啊，都爱发安尼的愿啦。我应该呢，哎，不断地地讲，地地讲啊。到一天，甲师父有缘的人，师父无要放过任何一个人。讲到我最后一口气吼，真正我嘛真期待呀，各位菩萨，咱人生。虽然生命长短啦，由不得咱自己。确实呢，咱会当咱的生命要偌阔、偌深啦，由咱家己做。咱看未，生命阔到啥物程度？亲像咱伫墨西哥呢，也展开。咱台湾的物资嘛，已经拢够呀，咱的毛毯啦。好呀啦，出关啦吼！这个雄鸡是说，伊安尼经历这么真多国际救灾，这一回在迄个货柜头前啦，他哭了，四个去接货柜，四个拢哭。我听到吼，那激动到我家己呢，那很想哭啊！真的，这都是呢，咱。慈济人，尤其是环保菩萨哈，咱呢，迄个瓶瓶罐罐收回来啦，咱的毛毯呢，一箱一箱出去啦，即个毛毯拢搁特制，可以做较高嘞，安尼呢，运出去的哦，这都是大家人拢参加有着哈，国际救灾啦，这即嘛呢？十几个国家的慈济人集中在墨西哥，12月7号开始展开发放啦。总共六个所在，去发放一个一个市长呢，拢足感动的。各位菩萨，爱的力量是咱平时呢点滴点滴滴的累积落来的，咱的生命呢，长短无法度。义孤，但是呢，咱会当生命做好较开阔的。虽然咱伫台湾会当看到咱的全球慈济人、慈济事，是无离开咱的一份的力量，咱去付出。深度呢，咱爱建国在，爱较精进。人间菩萨道一定爱做，佛法一定爱听。爱虔诚，这就是咱的深度，生命的深度，转世心地。咱不是干那用意识，咱爱用智慧在人间。这些师父跟大家人互相分享吼，咱学佛者一定呢爱体会佛心，咱爱用佛心来面对众生。所以佛心为基心，师智为基智，师父发心立愿啊，希望讲会当行菩萨道。任何一个学佛的人，拢是发安尼的愿啊，师父嘛是安尼的愿。所以呢，师徒同志愿啊，咱共同提倡人间菩萨道。这下佛心素净，大家人爱会记。大人哭，姐